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兴平。有时呢因为、做嘢啦，咁可能你企咗成日或者行咗成日，翻到屋企咧就腰酸背痛，同埋尤其觉得啲大髀后边啲腘绳肌系特别嘅酸痛。冇问题，我哋可以用一啲瑜伽嘅体式帮自己舒缓下。我哋即刻开始。爱是危险，泪是无言，自己的戏自己主演。爱过伤过痛过我不遮掩，谁也不能将我改变，心平气和勇往直前，相信真心笑容就会永远。爱是危险，泪是无言，自己的戏自己主演。爱过伤过痛